公司在你们身上花了那么多钱，我要让你们这些混蛋知道，好，是什么下场。怎么认识阿成？网上骗了我。那不可能是阿成。阿成两年前就死了。你觉得周然怎么样？他那笔钱够你渡过难关吗？他说的那些话，全都是为我量身定制。那个人一天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，我就一天睡不好觉。是不是在骗我？骗什么？